告诉你们，不要买房车，不要买房车，不要买房车，你们偏不信。今天我把这台小车给你们介绍完，如果你们还要坚持去买房车的人，真的，你过来抽我俩嘴巴子。就这一个小车啊，从动力上开的方面秒杀一切油车，不服来战，对吧？在旅行途中秒杀一切房车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辆小车的行车模式，大家从镜头里边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个车的行车模式，你们能看出来它是一个房车吗？它具备房车所有的功能吗？现在让车主给展示一下客厅模式。我们的是超级智能的，一键还原，而且我们的座椅下面是可以装东西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这种座椅的设计非常理念，非常强大。哦，下边可以装东西。对，一键还原啊，女王座驾模式一键还原，看到没有？直接一键还原就可以了，那个立即执行我们的。这就开始变换了，哎，看到吗？前边两个座椅都躺平了。客厅模式啊，是不是空间蛮浪？现在是个客厅模式是吧？把我们的小桌板打开就可以了。展示一下。小桌板，这边收纳非常快捷的。哎，这个小桌板，你看吃饭啥的都可以。两边都有小桌板，那你这同时可以在四个人在这里吃饭呀？坐这边，坐这边，坐后面都是可以的。对，这就是客厅模式已经有了是吧？客厅模式有。那人家说了，房车上还有好多模式呢，你这还有啥？什么都有啊，包括热水啊、马桶啊、洗脸盆啊、冰箱啊、饮水机啊、洗衣机啊、热水系统啊、微波炉啊，超多。全有吗？全都有。我不信，你一给我展示一下来。想看什么先？先看一下冰箱。这款是跟一个18升的一个冰箱。哦，冰箱啊，我们这款车配备了手扶冰箱，它是不占任何空间的啊。又能当手扶箱，又能当冰箱。所以说装冰箱在这个位置是很方便的，不像别的话要在后面要停车才可以用。我们这边开车边拿饮料都是很方便的。啊，打开冰箱嘞，这是冷冻冷藏都有啊，就这么小个冰箱，冷冻冷藏都可以。对，要是方便。前面是饮水机啊，饮水机的话是带。调温度的，你要喝多少度的水，直接调温度就可以直接喝水了，非常方便，一秒钟就可以喝开水，一秒钟出热水，一秒钟开水。哎呀，这个方便啊！泡咖啡、泡牛奶都是不错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喝多少用多少，不用浪费。你这虽然有了冰箱了，我看这里边也有备的料，但是你在车里咋做饭呢？车内做饭啊，我们是车内做饭。哦，在车内做饭。对，我们不摆摊的，我不喜欢摆摊，因为外面的话，很多场景是不适合的，比如下雨天啊，是吧？太冷的地方都是不属于在外面做饭的。那你在车里咋做呢？哎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把我们的锅啊，我们这有个锅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锅放在这个地方啊。哦，锅全在后边呢。这是一个自动炒锅，可以加一个电饭锅。我们两个锅啊，就可以直接做饭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你这全是用电是吧？全部用电，我们车内配备了62度电啊。62度电。对，62度电，我们6000瓦的内放电啊，6000瓦的内放电，可以同时使用任何的一个电器。就全车只要能用电的都可以用，对，可以同时使用，同时听歌放音乐或者是做饭空调啥的同时都可以用。对，可以配备，你做饭的话必须要配备排气扇，对吧？我们这也装了一个排气扇系统。哦，这还有一个排气扇。对啊。哦，这就意思就是在车里做饭的话它不会有油烟是不是？对，你好小贝。你好主任。打开排气扇。排气扇已打开。来看一下，它是带调速的。还有排气扇。哇靠，看看这排，看看这排烟的，外面是吹风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排风多大，吸力多好。对，所以说这样才能保证就是车里一直没有烟，是吧？而且它是还可以换气，晚上睡觉的话还可以换空气。哦，如果说是用不着空调的话，晚上在车里有闷热可以换气，是吧？不需要再把窗户打开一点。对，要打开那么一点点，稍微打开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看小贝。关闭排气扇，可以，这就可以阴天下雨都可以在车里做饭。对，这是做饭功能嘛，很简单的。这太阳也晒不着是吧？对。比如说是外面太冷，我在车里打着暖气做饭；啊、外面太热，我打着空调做饭。四个人在里面吃饭多舒服啊！你说。哦，四人在里边吃火锅，你这车内可以调到任何温度。对。那就要多少度就意思外边40度的高温，你在车里也。也能18度吃火锅，对，太牛了。最主要是全天24小时，全天24小时。你这电能用那么久吗？可以的。
可以一个星期24小时开。24小时开能用一个星期？60多度电。对，开空调，做其他的。太狠了。作为一个旅居的床车，它应该是睡的是最舒服。我看你是咋睡呢？你在车上就这么横排躺吗？不是的。不是那么睡啊？那你我看你咋睡呢？秒变大床，还有大床，1米9乘1米3的超级大床。来，你给我展示一下，我咋不信啊？好的，来看一下，现在是一个模式，看没有？来，变，翻过来，你看刚才一丢就可以了，1秒钟变床。对，它是一个单人模式，双人模式都可以，就现在一个单人模式，看你这长宽有多少啊？1米9长。1米9长。那意思我这200来斤也可以啊？可以的，这边看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床垫一拉就是双人大床，看见没有？哎呀，这路上带个小姐姐也可以啊！你看宽不宽？在这里滚！哎，这是微波炉。你看这回就成了大床了。还有微波炉，看见没有？车上还加了微波炉。微波炉。这反正就很方便了。收一下是很快的呢，收。翻过来就还原到我们的座椅状态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看到没有？一收过去就可以了，直接还原到我们的客厅状态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省事儿啊，几乎就是1分钟，大床放倒，大床收起来，需要1分钟。收起来以后压根看不着他这有床，知道吧？对啊。哎呀，太美了。早上起床的时候是不是要洗脸刷牙？是不是？对啊。秒变个洗脸盆给大家看。意思在车里还能洗脸？对。来，看打开我看一下来。好，1秒钟变。哦，这是洗脸的。对，你要小贝。你好，主人。打开出水。出水一打来吧，洗脸。哦，24小时还是热水。是的，非常爽。好的。这水流也挺大。对，可以调的嘛，要大个小都可以嘛。那你这水从哪走了？直接排车外。直接就排到车外了。是的。哎，这个设计的好啊，你看。对吧？不用我知道。水就直接流到车外了。直接流到车外，你就不用下车了嘛，就这个意思。来看一下，来直接收起来。哎。又1秒钟解决问题了，然后又回到行车模式了。对，很简单的，我们的车这不用下车可以办任何的事情。那你说你媲美房车，人家房车上可以上厕所，对吧？来看一下我们这款，你这也能上厕所吗？可以的。哎，我看来一个带抽风的一个马桶，还带抽风马桶，对，可以上厕所是不会臭的。我看来你给上一下，你给上一下，来展示一下。变厕所。1秒变厕所，几秒上厕所？可以边上厕所边玩电脑啊，来边吃饭展示展示，我这迫不及待了都。变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那这个一个厕所，看到没有？这放一个杆子，这里拉过来就可以了，直接变成一个厕所，看到没有？这下面是套一个塑料袋的，看到没有？下面套个塑料袋。下面套个塑料袋，直接把凹了给就进了塑料袋了。这个管子看到没有？啊，管子就是排风的。你好，小贝。你好，主人。打开马桶排风。马桶排风已打开，听到声音没有？有吸力了，听到没有？有声音没有？哦，在这里上来，是不是？你上厕所不是你上厕所边玩电脑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拿我们电脑出来就可以玩电脑了，是不是很爽的感觉？不是你这马桶承重力有多少啊？200斤。那我这220能不能坐？可以的。来，我试一下。来，感受一下。压坏了不赔啊？没事，你坐吧。你不给我套个塑料袋，我真上了。可以真上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么高，你这不带洗屁股的？我这不是智能马桶啊！不是智能，收下你快的，看到没？马上就秒收到我们的腿状态。它主要是快捷方便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快捷方便，就是快捷方便。又到行车模式了。对，反正就是早上把这些东西全干完以后，谁也看不着你，谁也发现不了你，是不是？对。就非常简单的那种感觉。上厕所确实是你牛，你胜过房车了。人家可以在车上洗澡，你能吗？可以的，我车内配备的超级热水系统，24小时热水，1秒钟就可以洗澡。比方说更……你车上真能洗澡，我今天绝对在你车上洗个澡。可以，给你来，你给我展示。给你干。来，把你的洗澡间给我展示出来，来。秒变洗澡间，想洗澡。又是秒变啊！来变。不用下车的。它下面是个洗澡房，给大家展示看一下。这下面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个洗澡盆，来看一下。洗澡盆。对，1秒变啊！来，一，开始可以洗了。
来感受一下。哎，往哪坐呢？这洗澡？坐在这里啊，这里有个板凳呢、啊，你可以坐在上面洗的也可以的。哦，还有板凳呢。板凳可以拿出来的。哦。也可以坐下面也可以，方便的。你要小贝。你好，主人。打开出水。出水已打开。热气腾腾的热水就来了。来来来，热水，只要是热水，我给你我洗了。来了，洗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往这一坐。脱鞋去，这样洗啊。啊，鞋脱了吧，不是鞋不能湿。哦呀，热水来了。哦，哎呀，户外洗澡，爽。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搞点搞点搞点，没有屈甲。在市场这，开洗衣机什么都有的，房子有的全都有。哎呀，爽。哎呀。哦，爽歪歪。是吧，床车解决了房车能干的所有事情。哎，好热，这水还有点烫。哎，对呀，洗衣机你车上绝对没有，人家房车上能有，你这肯定再放不下洗衣机了吧。谁说没有的，洗衣机你也有啊，全都在折叠带烘干，你见过吗？我去，不是吧，你来拿出来我看看，你要真有洗衣机带烘干的我给你吃掉，现场给你吃了。好，打开给你看一下，我的后备箱呢，就这么一点点，看到没有呢？啊，这是你的后备箱。这个就是洗衣机，看到没有，折叠，这就是洗衣机。是的，看到没有，2.5公斤的，你不要开了，还能放2.5公斤，洗4件衣服一次。你展示下来我看一下，对吧，想洗的时候打开这个搭出来就可以直接洗了，看到没有。哦，折叠的，跟我那个折叠盆有点像。其实你可以洗4件衣服啊。哦，自动上水，自动排水，自动甩啊。自动上水，自动排水，自动甩干。没有的，你下面是空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它是。对，下面就是床，刚才放被子的。对，上面是装衣服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的储物袋。哦，你这还有装衣服，衣服在这儿装的呢。对啊。哦，这就是你出门以后自驾游所有的衣服就全放到这儿了。储物箱装些杂乱的东西呢。盆啊，什么东西很大的。可下边还是挺空的，还能放好多东西。那不是的。哎呀，那你这一个车，房车所有的功能你全有。对呀。然后就是你所有一个人用的东西全有，简单方便。你这还能看电影啊？对呀、啊。白天。白天还可以看。白天可以看，对。咋看呢？超级看光的，我们。就拿笔记本电脑吗？不是啊，就直接可以看啊。哦，在车里看。对啊，上来去看一下嘛。来展示一下，我看咋看电影呢？1秒钟看电影啊，1秒钟直接就变电影院啊。哦，这是个幕布。对，你放个电影我看一下。对，它效果非常好，非常震撼的这款。白天的效果吗？现在这是白天的效果，白天在车里边，窗户都不能，窗帘都不用拉，看到没？现在看电影，特别清晰。啊，收起来很方便的，看到没有？直接1秒钟收就可以了。哎，搜一下收起来了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神车的夜间模式是什么样的。晚上有星空顶，看看这个顶子炫不绚丽。然后小哥在车里，他干啥？他看电影呢。你这除了看电影，是不是还能唱卡拉 OK 呢？太棒了，晚上休息时光，这儿放着吃的喝的。此时此景，你们能想象到什么啊？两个老爷们儿坐到苍山脚下，看着星空顶，看着电视剧，玩着电脑，喝着饮料，这是啥感觉？一般房车能有这个效果吗？达不到。床车能有这个效果吗？更达不到。电脑了，这还能唱卡拉 OK 呢。来，高歌一曲。你来。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，辣妹子辣妹子不怕冷。我要我们在一起，离别的泪泪雨水，会牵了你我所有情缘。山歌就是爱呐，啊水呀隔着水。唱，举步相逢，转身天涯路漫漫。浪漫，气质，四老板气质都显示出来了。这星空顶，确实太牛了。但是我感觉。就像是不是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啊？这个是超级便宜。
超级便宜。从昆明到这里350公里花了20块。电费？对。哦，电费花了花了20块。20。那你这像你这改装改下来的，我们你像1.9个 W。1.9个 W 就能达到你现在这个状态？是的。你别忽悠我啊！没有，真的。真的。行，那我马上去搞台电车，你帮我搞，没问题，行吧？就跟你这一模一样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车内完成所有的吃喝拉撒。行行行。